来的煞是奇怪，怎么就停在我们的头顶上啊？小心！收买了你，识相的立刻跪地受缚，随本大王回归仙府，否则顷刻之间便有尔等化为齑粉。这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哪也不会去。如果你想用强，我们，你们想怎么样啊？如果你用强，我们就奉陪到底。点子说得好，跟你们拼了！不知好歹的山野小民，不知本大王的厉害，小子们，把这三人给我拿下！
就不能让我好好的活呀？为什么要把疼爱我的人全部都给夺走？既然你不让我好好的活在人间，为什么要生下我？为什么？是我没用，是我没用，保护不了他，我没用，我该死了。学了这剑法再说，去找那宝头怪，救回玉莲和半斤。
是魔头怪，将朱半斤和朱玉莲送出来。嘿，好大胆子，竟敢在此大喊大叫！少说废话，立刻叫爆头怪将昨夜抢走的朱半斤和朱玉莲兄妹给我送出连环洞，否则的话，绝不跟他善罢甘休。可像你这猴，口出狂言，竟敢跑到我们仙洞门前闹事，小事的立刻离开，还能留个全尸。如果不然，立刻让你人头落地。好。大胆妖娆仙府，豹头怪，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。是你，你没死啊？当然没死，要死的是你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家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只敢当便是。你要做什么？还我玉莲和朱半斤来，否则我踏平你的洞府，将你赶出云雾山。可笑你这个手下败将，竟敢放这等狼言，真是不知死活！想要朱玉莲和朱半斤，我带上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敢当！敢当！敢当！玉莲，别担心，我来救你们。豹头怪，放了他们兄妹二人。本大王正要娶朱玉莲为压寨夫人，你特地赶来是要给我们送长生不老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爷本大王那一刹竟然没要了你的性命，看来你必是个天生地长的，吃了你的心肯定能够长生不老。你特地赶来送死，岂不是为本大王和我的新夫人送上长生不老丹呀？臭妖怪，谁是你的压寨夫人？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嫁给你。臭妖怪，敢当！由不得你了，休走！休走！是本大王一刹。大神饶命啊！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与大神为敌了，放过小的吧。哎，杀了他！妖精的话你可不能听的，你快杀了他，动手啊！要敢当自己决定吧，你喊什么喊？哎呀，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呀！哎，我说动！求求你，石英雄，不，大神，放了小的吧，放了小的吧。你以后还敢为祸人间，残害百姓吗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小的从今日起不入荤腥，只吃素食，专心修炼，再不敢为祸人间了。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真心话，小的当然说的是真心话。求大神看在小的修炼数千年的份上，饶小的一命吧。立刻让小妖放了玉莲和半斤。是，松绑。乱动，我就宰了他！豹头怪，你刚说完不再为祸人间了，你哈哈！只有你这种傻瓜才会相信我说的话。哎呦，我说过吗？你就是不听我的，这妖精的话怎么能相信呢？豹头怪，立刻放了玉莲，否则我发誓会杀了你。是吗？你要杀了我，好啊，来试试啊！你是妖怪，你敢？啊！敢当！你别动他！放下你的宝剑！敢当，千万别听他的！放下武器，他会杀了你的！你别动他！我放下兵器。
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有没有好下场，至少你是看不到的。玉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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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好妹妹，玉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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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玉
刚刚我看到你死了，是谁把我救活了？